2018皮头乡第一届蹦逼乓节将在3月31日在皮头乡公所盛大登场。县府与皮头乡公所邀请民众一起来参加全台最大的蹦逼乓节活动，体验米食文化与观光结合的美食盛会。皮头乡啊，蹦逼乓节吼，这第一届，伫咱县长、乡长合作吼，甲农会配合，咱要推出咱的台埂九号良子米吼，而且是咱全国有名的米。哦，来做蓬芋香，实在是有够好食，有够香吼。咱所营造出来的物资，实在咧伫咧台湾全省嘛，赫赫有名的。所以带伫屏东乡人，我感觉吼真荣幸，也感觉真安尼，感觉咧足快乐的。来到咱的屏东乡，就是七月上悬的时阵，所以因为咱屏东乡的品质加量合起来，咱一年有六七个的产地，会当讲是，所以咱屏东乡是米乡。2018皮头乡第一届蹦逼乓节以皮头乡蹦逼乓为行销主题，拓展台湾特有米食文化，搭配江南各乡镇蔬果物产，创新烹调十大主题米食，带动南彰化各乡镇观光发展。活动现场有蹦逼乓制作免费分享，偶像歌手欧尼友、谢晶晶、张秀清、林良欢、田雅霍、谭诗琳接力演唱。同时皮头乡农会百周年庆祝活动，欢迎全国各地乡亲朋友一起来一探美丽的稻米田园风光。活动详情请至皮头乡公所官网或2018彰化县皮头乡第一届蹦逼乓节粉丝团洽询。公益频道张华允皮头采访报道。